一直冲，有没有尽头？这条路上坡又下坡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鬼黄生。Good morning， 早安。开心今年2018年可以加入吴安达这个大家庭，怪怪的哦。我可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小队长，要支持我们啊！太棒了，吴兄弟来，果然是福将。加油加油，两位，一二三，叫叫叫，我不哭泣。有没有尽头？这条路来来来来来来。我有行李啦，哈哈哈！我在这边要吹一首歌曲给你听哦。有人说里面是有人，你就叽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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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世界也要努力的同根纯粹。其实不用一直讲我的好话，谢谢大家。完整的人类，等等等等，要亮的啦！这个走走走，一直冲，有没有尽头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小鬼，我跟你讲，我自己过关，我自己也吓一跳，那不容易。你要我再第二次，我也不一定过。我要剩一条内陀绕两圈。一二三四，写八的那里，知道吗？好，大家都很棒，你们好呀！其实我蛮开心的，我也是，我就是来跟你 share 的。对，你就在跟我 share。其实我觉得我有一点点爱上这件事情。我到啦，所以我完成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趟旅程。哇哇，好了，晚安。OK， 好，来三二一 ，Action！ 我打的。你在干嘛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什么？他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你们怎么没醒啊？对啊，前天音乐响啊，音乐都响了，你还可以不醒？真的是？不是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谢坤达，我很辛苦。他门一打开，他们就醒了。来来来！我连门都还没进上去，他们就醒了。哎，你猜见了没？谢坤达 ，AKA 三秒打达。林哥，我在台湾他创了两项纪录，一个是躲猫猫最快被找到，这一颗熊就很。好像有人哎、欸，有人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快就找到啊？大只的。啊，这次你十秒答，这次是三秒答，真的是令人鼻酸呐、啊。小鬼这边开始站过来哦，我也算在里面哦。预备，开始，一、二、四、五、七、八、十、十一、十。
是不是？哦，他有一点，有一点那个而已，这个感觉。是是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拉拉队，哎、欸，对他拉拉队没错。还有一种。二五，二六，二八，二九，三四，三四，三五。不好啦！哎，如果你要勇敢的冲出去的话，基本上很难逃脱，很难逃脱。被打到之后的那种痛，会有一种就是扇巴掌，你会不小心有点小生气，然后手上又很呛。虽然还有差距，一拜拜，压迫一颗，你白痴啊你！谢谢。自己压迫的，淘汰。哎，白痴啊你！那他们还要玩吗？他们不用玩啊，我们输了。玩一下，没关系啊，不要玩，我不想打你们。来，这种亲，他就输了、啊。这种感情，还是看哪、啊、他们还是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很痛啊！还是哈，我拿双枪，但你们八个在里面跑来跑去，我不会神经病。好，恭喜黑队获胜。马上，丝袜套头拿星球。刚刚你几乎是在用那个转身过人的，对对、啊、对，像打篮球，帅的，就这样慢动作，旋转哎，因为是，因为有人自己把自己有弄破，哦不是，他刚刚是这样子，我就滑倒，啊讨厌，哈哈哈哈哈，我整个傻眼，我不知道我后面还有，耶，过关了，耶，过关了，耶，谢谢弟弟，谢谢，好啦，我们可以回家啦。耶、yeah ！没有错，我们被丢包了。我是玉女小番茄，有没有人要我们的签名啊？有你们在哦，其实蛮舒服的。他们去看金沙，我们在这里铲屎。虽然这是一个惩罚，但是我真的觉得一点都不像惩罚。快乐最重要，我们玩得开心最重要啊。重点就是我们可以玩在一起，那样才是最重要的。没错，没错。